真正要讲得好，不但讲经这套方法技巧要懂得，还得真正有道心啊，字字句句从心性里面流露出来，那才是真的啊。这就是自己要有真修的功夫，没有真实功夫啊，你有这些技巧依旧收不到效果啊，必定是自行化他啊，自己修行有功夫才能真正帮助别人啊，才能起感应道交的作用。所以感应篇这一句提醒我们了，警策我们，使我们知道真正是如世人所说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决定不是妄语，决定不是欺骗人，我们应当有所警惕，认真努力修学，希望提升自己的境界，超越鬼人鬼神权限的范围，那你真的成功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